7月28日，台内人事第105、170、180、189号令核定，詹永茂调派在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局长及所属员警，经应服从命令，各遵纪律，尽忠职守，舍令。中华民国105年8月1日。接应信。宣誓人詹永茂，中华民国108年8月1号。